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牛 boss 今天认出了你，我们一定得想办法把他给除掉。不行，唐琪，今天要不是牛 boss， 你和我可就都回不来了。现在凶多吉少的是他呀。对了，家总怎么样？他没问题。好。现在就剩下四面山一个接头地点。要是牛宝子把四面山也供出来怎么办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。我有一个勇敢的丈夫，我女儿有一个了不起的爸爸。玉梅，作为一个父亲，我欠孩子太多；作为一个丈夫，我也欠你太多太多了。牛脖子喊的是谁呀、啊？会不会是狼？不管他是谁，这个人必须清楚。樊辉啊，你去趟江津，接上朱大顺他爹，到鬼头崖等我。是。我应该进山了。
晚上还是回来吧，孩子过周岁。啊，知道了。我等你。快回去吧。啊，走了。小心点。依您看，狼会去四面杀？只要狼还活着，他肯定会去四面山的。不过他最好回台湾算了，他本来就多余。这是谁呀？这不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吗？老牛啊，那天要不是你，我和狼恐怕已经落到共产党的手里了。我还要谢谢你啊。起来吧。知道我是谁吗？兄弟，你干吧，我原先认识他，我实在下不了手啊。你少废话。康老弟，看在我们过去交情的份上，您放我一马吧，求求您了，求求您了。我放了你，他们能饶过我吗？命不好，只有认命吧。秦先生，
碎的。让一下，这可能不行了，就是可能不行。谁能帮我把他送到医院？他怎么样了？还在昏迷。啊，他说什么了吗？他说什么我听不清，他只是乱喊。喊什么？喊一个人，让他快跑，名字我记不住胡子吧，算是我对你的一点心意。先生，使不得，先生，来吧。
先生，先生。老康啊，你是不是对党国很失望啊？先生，我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。咱俩就是聊聊天，不要这么拘谨啊。我一直想找个人说说话，但是要找个能说话的人实在是太难了。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觉得党国很失败啊？和共党比起来，党国真的是衰败。鱼总是先从头开始腐烂的，党国就好像是一条大鱼，首先是头脑的腐败，精神的萎靡和堕落，然后传导到机体开始腐烂，直到臭不可闻。你说是不是啊？邓先生，您刚才说的这些我不懂。真的不懂吗？不懂啊。你太圆滑了，像你这样的人在我的手下工作了20年是我的悲哀。先生，那不过这不怪你，你是老同志了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。老康啊，你还记得你加入组织时候的誓词吗？记得。我以至诚发誓，将永久维护党国的声誉，竭尽所能，不成功则成人。不错，不成功则成人。玉梅，牛跛子有生命危险吗？根据他现在的情况，除非有奇迹发生，否则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于大夫，下班了。你好，我刚做完个手术，那人没抢救过来，真可惜啊，才30几岁。于大夫，雷长官，从一开始我就在骗你们。
我始终也没有相信过你的话。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啊，都是为了我的儿子。你是说张维农是你的儿子？失散了快20年的儿子，别人以为张维农是张兆林的儿子，其实不是。张兆林当了保安司令以后，我被任命当他的警卫排排长，跟他住进了张家，也就认识了他的大太太柳平芝。张兆林不喜欢柳平芝，只是喜欢人家的地位和财产。他背着柳平芝在外面偷偷娶了2房姨太太，柳平芝知道以后非常痛苦，我也非常同情他。慢慢的我俩好上以后，他偷偷怀上了我们的孩子。这个孩子就是张维农。对，可我们以前调查过张兆林的死，发现有很多疑点。不要着急，明天我表面上执行他的计划，实际上我会自由安排。我会把孩子先送到上海，再转到台湾。张兆林的为人阴险歹毒，他肯定会知道你跟孩子逃离的，他一定会在沿途伏击你们俩的。没办法了，就算危险重重，我也要杀出一条血路来。只要等维农到了上海，就都安全了。那你可怎么办？我你不用担心，你到时候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保重自己的身体。只要我能够活着回来，我一定会来找你的。快，等一下，快走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快跑！站住！跪下！
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。